范冰冰是美女，这众所周知啊。那如果说范冰冰是微胖界的美女，想必你也不会反驳吧？就连她本人都经常自嘲是范小胖。最近呢，我们的范小胖同学好像迷上了玩游戏，一人就在那拿着手机在玩手游，然后有一些是很沉迷的，在手游上花了很多钱，然后买了很多的装备和武器。所以我有的时候，你在现场的时候，虽然是很多好朋友，但是大家可以一句话都不说。是什么引得范冰冰一上来就频频吐槽呢？原来范冰冰此次代言的是一款手机游戏，她身边可有不少人是这方面的专家。谢霆锋啊，只不过他最近是不是不玩了？他开心就好了，对，他幸福就好了。很多人黄晓明就炫耀啊，他就会说，我都已经有了多少。